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。我想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唱着这个童谣跳着皮筋长大的，一听到这个儿歌就想起了特别美好的童年。因为童年的美好回忆，所以搬到法国来的时候我都带了一些种子过来，就撒在了我家的前院。没想到它真的活了，长得还特别特别的茂密。记得小时候妈妈都用马兰草的叶子拿来捆粽子，我就想这马兰草一定非常非常的结实。一查资料发现，马兰花它是属于鸢尾科的一种植物，而且它的根系特别特别的发达粗壮，它的根系可以来做刷子。它叫马兰花，又叫马莲花、马兰，很多名字。它喜欢肥沃的土壤，不过呢它又非常的耐旱耐涝，还耐盐碱。像盐碱地如果到50%以下它都能生长。它还耐践踏，根系特别发达，可以用来保持水土，改良盐碱地，还可以用来做牛羊骆驼的饲料。当然呢，你还可以用它来做编织造纸。马兰花的花非常的美，淡淡的紫色，清雅的姿态，给在寒冷的初春四月给你带来一抹美丽。马兰花可以用种子繁殖，其实用种子特别简单，一撒在地上它就会长。再一个方法就用挖它的根，这个根嘛非常壮，干了以后可以做刷子，它长的形状也很像个刷子，可以这样分株出来移栽。它的种子做干插花就非常的美。